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代课是吧？代课代课，怎么样代课？代课薪水比较少，代课就是算小时的，又来又去上这样，没上有钱这样。对啊，我们数学是代课老师哦，不是代理的。目前这个是代课老师，代理比较多钱，而且代理的那个什么，代课就是只要上课时间到就好了，嗯、不用坐在那里。没有吗？代理，代理也差不多啊，不是代理薪水就比较多、啊。跑掉吗？啊？不是有的学校是上班怎么样？要办那个学校。新生。我们的那个代理代课了，其实专任老师都往上课才来。嗯，对，往上都上课才来。这样不会被那个人事是？不会，我们的不会。啊，这个导师就会，导师就因为最值得发生事情，这导师要在。代理老师会叫主管导师。我们学校是绝对不会，我们那都不会，就是那个有时候会在代导。代导。嗯，代导。几天啦、啊，都是几天啦、啊，代导。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会不会叫代理老师去当代导，平常都是叫正式老师去当代导。导也没事啊，就是真的有事，就一个借口这样，然后后来就。不一定啊，有些孩子会这个离家出走啊什么的，他也不到学校。我为什么要去当？我说。所以啊，要马上进入状况。好、啊。嗯。代导的钱吗？有，代导一天100块有。不知道100块还是有没有涨，有没有涨价了？我不知道，一天100块，我有没有涨价？不知道，一天3000了，一天100块。对，老师，我就是说有涨价，现在不知道涨了多少了。以前100块了，现在不知道涨了多少。好，我只知道目前有一个是代课老师，我下面有那个数学代理的，数学老师什么都不起价的。还当数学老师啊？就一直听说你说，是的。之前在当数学老师，真的。哎呦，现在少子化。对啊，那蓝宇也去。哦，蓝宇哦。蓝宇好像比较多钱。你给我加几个？可是，这太远了吧？对。哎，那个